次来了。对，这是我们家，这个你跟我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们家，因为我妈是那个大侠嘛，这是我们家小侠，叫兔小侠。啊，兔小侠，对，这样好不好？也算是一家三口，跟大家一起问候一下，来招呼来，来跟大家说好，说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大侠131院的，来，一块儿说，对，来，一二三。我们一块儿说，咱俩一块儿说，一块儿说。你等会儿我啊，来，一二三。哎，有声吗？有声，有的是声，好，意思都能听见。来吧，来吧，一二三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大侠，要说话呀。你说话，你说。我等会儿一二，来，一二。你说呀。好，我算了。你看，有声，我们来自大侠。因为我们大家一起和长辈一起出去玩，现在感觉机会越来越少，工作很忙的情况下，怎么会想到让妈妈一起来参加这个节目？就是这个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平时跟我妈，我觉得是小时候吧，老在一块儿，然后我妈老跟我玩，跟我聊天什么的。后来工作忙，就老感觉想说话吧，又不知道说不说。你说时间长了吧，又觉得耽误自个儿事儿；然后时间短，又觉得自个儿不孝顺，就感觉怎么都感觉有点难受。然后，但是我觉得这回这个节目。真的是，我觉得我一直在说这个节目呢，肯定能特别棒啊。然后，但是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，就是算是特别圆满我内心的一个感受，因为我老觉得那个工作特别忙那事儿啊，就是何必呢，对吧？但是不忙的时候，自个儿觉得我在干嘛？我为你出去工作，但是呢，在这个院里生活，跟我外面生活，我才感觉现在叫生活啊，就是你每天能够去一些。那个你觉得并不重要的地方，所谓干一些所谓并不重要的事情，哎，也不是什么工作，但是你觉得那还叫活着，哎，因为工作只是在工作，你感觉不到活着，这种感觉，这种活着的感觉，我跟我妈在一起，就是你本以为那个地儿可能没什么意思，但是去了之后，因为跟妈妈在一起，就是这种感觉就会觉得我这心里就舒服了。哎，你这话说的，妈听了特别暖心啊。我觉得主要是拍节目吧。因为我觉得这两年啊，忙得应该挺忙，你也看到他，啊，我呀，我是觉得在他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，其实特长，有时候我经常是半个月、一个月我都看不见，啊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这次呢，那个，现在等会儿你等不等一月改了，半个月、一个月都见不到了，然后接着说什么？然后呢，所以呢，我参加这个节目嘛，我就觉得，因为这个儿子也挺那个，好多的事儿也都我，就跟我讲了，都是以我喜欢的什么东西为主。哎呀，我觉得，反正我挺满的，很多事情就是，因为也没跟他拍过这个节目，是第一次，而且呢，有的因为我上镜头啊，一次拍镜头会上镜头，对，反正。也不会啊，儿子，你看，我记得就是最清楚一个他，啊啊，听我这说啊，就是说那笑脸啊，让你各种做的各种那个什么喜欢的啊，表情包，表情包。儿子，我跟儿子说，我说会不，因为有的那种说你尴尬或者说有的那种表情，你是不是很难做的啊？是吧？对，因为你毕竟你笑脸，你让他嘛，在这个当三年的嘛。表演起来我就有点发现，是，我觉得就那个儿子就说他挺着急，然后我先做，我在前面带着你做，所以会发觉啊，儿子心里只有跟你就两个人，就是我感觉就是，其实之前吧，没有我们在独处了这么长时间，我感觉儿子真的对父母真的挺用心的，嗯，给你感觉吧，就是他是在带着你，然后再做这个节目。打开熊猫直播 APP， 可以观看更多高能时刻哦。